期即墨新工厂是一汽解放公司全资子公司，国家卡车生产的骨干企业，对物料按时按需按序供给配送与及时准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氢气以三化为手段，着力改善提升，其中智能化方面要提升生产自动化水平，实现总装车间 AGV 全线运行。在氢气公司的帮扶下，大众物流长春总部以及兄弟单位杭州裕鑫科技的公司支持下，总装车间推行 AGV 配送方式，取代了人工牵引车叉车作业，提升物料的配送精度，降低作业成本，通过自动化智能化的设备减少作业人员并降低这个作业强度，实现物料出库的标准化无人化。氢气公司对物料物流要求高，因此对设备的要求也高。之所以选择裕鑫科技的科尔摩根 NDC 解决方案，是因为 NDC 扎于 AGV 行业数十年，有丰富的自动化经验，并且稳定可靠、简易维护，同时具有可复制性、扩展性和灵活性及现场复杂的路线规划能力，因此不会出现拥堵，任务能够合理分配。预计到2021年末，整体投入各式 AGV 约100台，从而实现氢气公司大众物流总装车间物料的全线 AGV 配送，达到100%物料物流转运自动化。杭州裕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个年轻的团队，成立2018年，专注于移动机器人及配套的自动化设备的研发和集成，面向于制造业相关的仓储配送和生产线智能化改造等相关领域。我们选择 NDC 一站式解决方案，是通过它优秀的任务分配算法，将不同类型的 AGV 兼容在同一系统，在保证不出现拥堵的基础之上，提供最短路径、避让控制等多种处理机制，确保我们每一个项目的安全快速的落地实施。裕鑫公司一直与科尔摩根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合作期间双方从市场、技术等方面交流非常密切，是彼此信赖的合作伙伴。杭州裕鑫与一汽解放的这一成功案例，不仅再次证明了在面对高稳定性、高可靠性、简易维护、简易拓展等严格要求的应用场景下， NDC 能够提供的独特价值。未来科尔摩根 NDC 还将深入开发系列平台产品，将其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5G、 视觉和云技术相结合，并助力我们的合作伙伴满足中国市场在自动化和移动机器人领域的尖端需求。